这是一个现代的表演地理表的故事，不管您怎样反对，我人生未来路途由我自己选择。姚文是一个主持就生活规律听从许多人的好宝宝，但大家一哭泣总是只有考五十分。亚文的联谊有着娜娜，那我爱你3000摆，不管你爱几摆，重点是等一日你叫我车通驶。从此，伊人生就起了变化。亚文不管时代的反对，决定要逃开车载娜娜私奔。就在决定的刹那，不同的人生就此开启。阿嬷有讲过，无考100分哦，你免想要甲伊结婚啦。我知影，250加起来100。哟吼，娜娜，我来！就算阿嬷讲 OK， 你到底穿出来？还佫爬坡，还佫溯溪，你开袂过啦 ！V6300 涡轮 TDI 258匹，扭力59公斤米，连圣母峰拢爬起哩！哇哇 ！Offroad ABS 加机械式后轴差速器锁定，让我比拖海还厉害！你后面来佫帮我载豆腐，你较慢个啦！你后面的豆腐拢烂去啊！要紧啦，做豆花啦！只要阿妈讲 OK， 就算落海拢 OK。你敢真正袂后悔？只要阿嬷 OK， 永远袂后悔。潘氏，我来办咯。不要紧，你阿妈叫我带你回去。21世纪上浪漫的故事，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。只要阿妈 OK， 不管搬山过岭拢 OK。只要阿妈 OK， 要去天边海角拢 OK。德国原装性能皮卡。